加入咪咕视频会员，每周日中午12点抢先彩蛋、正片，尊享超级。动作接龙啊，可以。两队依次派出一名队员做出动作，下一个人需要做出前面的所有动作，并且再加一个动作。不是，哥，那这个游戏会把我们自己绕进去。子怡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感觉会来一大段 breaking。那来，第一个你们先出招吧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就哎，弟弟，那弟弟上。还加了一个动作吗？可以，然后加一个。九良哥，先旋转，然后再正转回来。这样吗？自己推不不，这很简单的。这样。对。哦，这样啊。背过来先。对。哦。嗯。快。这样。起来，我尽力了。这伤敌1000，我尽力了。我可以。好，我们派出宋妍霏。真不一定行啊，我的妈呀。不是说你能不能做这个动作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动作，交给你了。我这个来不了。我来。大哥，确定吗？可以。小心，小心。哪个？是我。哇，好软。然后，请。这样过去。哎，对，哼，嘿嘿嘿。哦，这你练过？你练过？哎呀，本来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的，真是的。我不行。哥，你试试吧。我头两个动作就干。不是，咱不行。我不行。咱不用一模一样。你试试。试试，大哥。试试，大哥。大家久等啊，等等啊。欢迎。你们在玩什么呢？看看，好精彩、啊。你过来吧。帮我配一段。不，慢点。3、2、1，慢点。没了。说这次你们组先来，第一个动作。来点狠的。我看有2杯水。什么意思？我先热个身啊。OK。世霞，这是。你小心，小心。加油！点到了，到了，点到为止。子怡，你接一个，谁也做不了动作。我们离远一点。哇！来，这时候我要派出我们的杀手锏，在上。不是大哥，杀手锏不是杀自己的手。哎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弟弟，小心。
心脸蛋啊，小心哦。还行，这个水温还可以。他在练习分解动作，甘拜下风。今日午餐为自助餐，进自助餐去找哪一次免费？谢谢，上谢谢，快去！我臂力太小了。你站那儿去。感觉可以开始抽血了。OK。啊，好紧。好酷啊！又哭了，我要。用你的重量，用。带点肩。八折，八折。拿出来试试。拿出来。250的话，到200都很难。啊！五折啊！连续三次200以上免费。太免费了！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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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。哎！等一下，别，慢点，子怡啊，小心手。菜技术而已嘛，对，男生拿是吗？每一层都不漏掉，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塞满食物。就按子怡那个雷法，我觉得我再加几片牛肉粒。就端。嗯。这个餐包，还让我的男生那些步骤拿出去。行。包子已经疯了。我们哥你也一起来，大补归鸡。我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在这里？不是，大家一起来的话得换一个 BGM， 得换那种就是，只换那个走路边走边唱那种。那个，我说实话，我也有点心。你们要看他的表情，看到运镜和表情了吗？要一定要贴到这么近。来，你们站一排，我来运镜啊，我来拍你们玩。子怡要不要来一个？我们都搭肩了，大肩大肩好，大肩好。老李大哥，怎么回事？苦情剧女主。下巴，我有个抖唇的，我有细节的表演。奖励五个，真是。教练，
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今天锻炼你们意志力的时候到了啊。今天的运动呢是对抗和力量的比赛，准备了不同类型的拔河，划船拔河，以及游泳拔河。我们下面进行第一个项目啊，就是我们的战术拔河。今儿就把这河给拔明白了。好吧，我们上黑幕。你多大的力也没什么用。你说对了，你说对了，速度很重要。我们就以速度取胜。你们好了就站好位啊！你越后越好。准备，开始。拉空了。滚，没过线，这个不算。滚，没过线，这个不算。好，这个可以了。我有个想法。不要先使劲儿，你看你刚才一拉就会倒。不要先拉，他们一倒你就玩命了。我们准备，我不拉我没有犯规。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好像失策了，好像失策了。我那个方法明显没用，对不起，我现在道歉来得及吗？哎呀，你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。王子一队胜利，比赛结束。获得了80个地大币啊！刚刚我们的这个战术拔河呢，我们的王子一队获得了80个地大币啊！祝贺祝贺，恭喜！战术拔河关键词是什么，弟弟？我们缺在哪里，弟弟？往后看一下，我们来到我们一个民间非常传统的一个比赛啊，好吧，上龙船。我们一定要就是发力的同时要一起发力，对，不是这个叫同步，对，同步，然后插的越深越好，就一插二拉，好，来，兄弟们，接不了3板，8板给我举起来。我有个很强的预感，我们终归都会游泳。开始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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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！我没看到，啊！我没看到，我到时候一定会游泳。让他回来，还没完。赢了吧？赢了，赢了！李志廷队获胜，把船回位，回往回，往回划。快救水，赶紧救水！别把脑子的水冲走，别把脑子的水冲走。慢慢来，听我的啊，听我的。好，开始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哦，妈的，真的妈呀！沉了，你们。我都说一定会游泳。这个节奏啊，哦，这个是，我是说开始之前，咱们先把节奏定一下，咱们一起的这个配合比较稳。咋了，彩虹？哦，知道吧？咱们一会儿就不滑了。行，好，咱就根本不试，直接来了。咱直接来吧。直接来，直接来。好了，上船吧。还是雾虎啊，还是雾虎。啊，好的。里边。在打 B-box 吗？我就说他疯了。我的灵魂。我的灵魂。我的灵魂。开始。开始。
双方队员，双方队员，哇！林星星队获得120。好，进行我们的第三场比赛，就是二对二，完好。你们商量一下，派哪两名选手出战？有用二对二。我以为是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，你懂我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用其他方法把人家搞过来，是不是？就交给你了，哥，好吗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进水让他喝。开始。我俩上，我俩上，我俩上，我俩上。女将上了啊，双方都要把女将换上去。哎，一起用力，一起用力，啊，对，一起用力。开始。就差一厘米，就差一厘米。哇！过中叶了，啊！哇！啊！老大加油！一起。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，两局打成1-1啊！好，我们第三局比赛，我们的带队教练可以上场，你们决定选手。教练，准备。这两个人，加油！太牛了，一定！为什么要 sorry？ 你们游得非常帅啊，超级急！来来来，超帅超帅超帅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的王子一队获，我们的志廷队获得了120个滴答币。我觉得我们就平均分配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就平均分配吧。全部结束，恭喜两队，你们辛苦了，棒棒的！你们好。风吹动着竹林，哒哒哒哒的声音，萤火虫一闪闪。今天的运动量有一点大，为了缓解大家身体上的压力，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小礼物——圆圆按摩时间。但是呢，这个礼物只能有一个队享受，你们需要通过2楼健身区一个小游戏一决胜。下面按摩床，你看了老哥？哇，四个呀！专业的，你好，老师，我们直接下去吧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他说要先完成什么2楼的什么？来来，朋友们，飞镖连线游戏规则，那就只能是这样啊，横没有5个呀。他是要蓝的都同个，1、2、3、4，哦，同学们，我们事不宜迟，把这个飞镖五子棋弄了就可以按摩了。来，那要脑子好的人去，快去吧。这跟脑子好像没什么关系。有，谁先上？谢谢。我们来一起来，我来了。可以，我有种预感。没事没事，别慌，
再来，重来。重来，整个重来。三次拖把，这是发泄来的。再次拖把，想打，哥挺你。就差一个男的了，帅的子夜。想好了没有，小按摩？这。咱别的，哇，按头应该很舒服。不如我们四个人互按算了。弟，我帮你按，你帮我按。嘿。啊。哎，师傅。啊啊啊啊哦哦，走吧。Let's go。走。孙奶。什么岛民？能力岛民。我们带了很多滴答币来，就是有钱。你想拿走吗？直接来吧。上。就随便甩吗？每个都喝，嘴巴里包一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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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都翻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现在就是实力啊。妈妈。